港有一股粉红色力量嚟咗 Margo 啊，仲唔快啲跟我嚟睇下？啊，原来系粉小伴 Bertino 登陆澳门，带住一股粉红色嘅热潮，将超爆嘅生活态度带入 Margo 堂，成为澳门最新嘅打卡地标。哇，好大嚿粉红色雪糕啊！唔系，系粉小伴 Bertino 躺平喺水面啊！夏天就应该好似粉小伴咁放松清凉一下。落唔到水嘅我，梗系嗱嗱声打翻几张卡先啦。咦，呢度打卡几好喎？咦，呢度又得。哇，啲打卡位多到咧，实在太好影啦！手机内存好紧张啊！为咗呢个肥仔，行到肚饿添，等我一啖食咗你先。呢几部粉红色嘅主题餐车入边有各种粉色系嘅美食，连呢个渠盖烧都唔例外啊！粉色娇嫩，啱晒咁多位大小姐啦！哇，呢度仲有粉小伴嘅自动贩卖机啊！我需要呢个同呢个。嚟紧呢个区七月开始都会有唔同嘅精彩活动，有嘢食，仲有表演睇。简直是整个潮流集中地咁啊！等我都霸翻个靓位，听下歌先。